这家人花园里面的花种的也太好了，位置也很好，紧挨着湖边，树上挂了好多彩蛋，复活节的彩蛋。这里有一个一只独木舟，但是舟底有个大洞。这里有一个出水的装置，跟镜面一样，可以看到倒影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树吗？这看起来好像无花果。这个是不是叫皮筏艇啊？这个鸟每年都在这个浮标上做窝。这边这户人家搞了一片菜地，种了这个菜和那个菜，具体是什么菜我也不知道。皮筏艇又出发了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看到这种平衡的艺术就想去推一推，但是我只是想一想而已哦。那边船上的四个人，本来他们想发动那个船，带马达的那种船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重了发动不起来，现在只好用桨在那划船。